boss 张团长，他们只要能守到今天17点钟，整个战役的胜利就抓在手里了。军长放心吧，我相信张振华一定能够顶得住。有你施政委亲自坐镇，我有什么不放心的？不过张振华的处境就更困难了。我明白。老朴，这次咱们又飙到一块了，我先走一步，前面等你。老王，放心，我一定按时到达。好。王政委，等打完这一仗，军政治部还等你走马上任呢。打完仗再说吧，战斗一结束我就来报道。再见。再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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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别的路吗？没有啊。糟糕，怎么办？来，方志田，走。能行吗？行啊，走。谢谢大家，可要小心的啊，注意了。来，来，注意啊。安娜朱，嘿，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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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了，你抬不动。给两个地方。哟，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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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真倒霉，糟糕了。王成，这次大战斗咱们算是赶不上了。甭你说，等咱们到了前线呢，黄瓜菜都凉了。咱们帮帮手，铁，铁来呀，铁，铁来，铁，铁来，谢谢，格马斯米达，谢谢，不用谢。哦哦，谢谢谢谢，阿波吉，谢谢谢谢，不用谢不用谢，格马斯米达，不用谢不用谢，谢谢，谢谢，不用谢，同志，谢谢你了，小鬼，谢谢你。哦，没有什么，小鬼，再见吧。再见。那个女孩子是哪个单位的？不知道。走吧。帮助老乡隐蔽啊！好，快走！大娘，赶快隐蔽！爷，고맙습니다，고맙습니다。爷爷，爷爷，爷爷，不要怕，爹大爷啊，小英子，好，往这边。
就在这隐蔽吧，别乱跑啊！不是，谢谢你，谢谢，不谢不谢。哎，同志，同志，你贵姓？哎，不要乱跑，赶快隐蔽啊！赶快，同志，你也快隐蔽吧。啊，好好。哎，同志，快点隐蔽啊！啊，好。炮弹急蹭了一下，我看看，都好了呀。不，我是回前方去。你快走。你负伤为什么不写信告诉我？这么点小事还告诉你？我还怕你通风报信呢。怪不得爸爸来时埋怨你呢。给你来的？嗯，那当然了。那给我看看。给你。没事。可真神气。哎，工厂党委还要爸爸退休呢。他干呢、你看看这个真有意思，还特意给咱们抄了一份。我儿抗美称英豪，外女元朝志更高，五虽年迈力未衰，为党为民不服老。好好，这回啊，爸爸可没有服从组织啊。放到我这儿吧。我再看看。后悔啊。给。还是你保管吧。我走了。你在前方接爸爸信不容易，丢了可不依你，这可是爸爸。我懂的。反击的情况怎么样？什么？无名高地夺回来了？好，坚决守住，就是剩下一个人要顶住。嗯，还有多少人？啊？好吧。副团长，哟，增援部队准备好了吗？正在集合待命，准备投入战斗。好吧。弹药怎么还没有送上去啊？什么？敌人的炮火封锁？我就不信，剩下最后一天，这块硬骨头我啃不动。啊，啃什么呀？哎呀，王政委，我早知道你非来不可。我也早知道，一打仗你就成刺猬了。来，首长，来坐。王政委，政委。喝点白水吧，这可找不到你们浙江人爱喝的龙井啊。怎么样，有把握吗？师首长来坐镇，100%。
不要把我拉扯上，你就当我是来参观的。真的百分之百？当然。我当兵这么多年，硬仗碰过多少次，从来没有像无名高地这么难啃。战士们打得顽强啊，剩下最后一天我能顶得住。上级知道你们打得很好，可是老张，一切要从最坏的情况准备啊。在你们无名高地的正面，敌人又调来一个集结化师。啊，来，情况失言。敌人比你们多五倍，今天会更猛烈地向无名高地进攻。不管有多大压力，一定要坚持到今天十七点钟。大部队一到达，就会像万把钢刀把敌人剁成肉泥。怎么样？石首长放心，我们团绝不能给咱们志愿军光荣牌子上抹灰。对，一定要把敌人狠狠地咬住。好啊，师弟再抽两个炮兵连支援你们。是，你们一定要掌握好团的预备队，始终保持一个拳头，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绝不要撒出去。是，来，咱们研究一下。是。报告团长，人都集合齐了。好。回来了，上好了。哎，王成，你回来的正是节骨眼啊。哎，赶得早啊不如赶得巧。王成，首长，小鬼，山好了吗？你看，他敢不正好。首长，这次让我上去吧。我在这儿不能做主，你去问张团长吧。张团长，不考虑你的问题。团长，团长，王成，你什么时候回来的？你偷着跑回来的吧？哪能呢，医生让出院的。我知道你准是跟人家医院里软缠硬磨，人家磨不过你。回去休息。哎，人家大夫都说我可以参加战斗吗？不管大夫怎么说。那人家费这么大的劲儿，算白回来了。哈哈，露馅了吧？团长，回去。他这股劲儿倒蛮像你啊。是块好钢啊，放在哪都锤不扁扭不弯的。团长，那我呢？哦，你也想上去？好了吗？你看呗。好，答应了。集合！集合！来来，大家围过来坐下。同志们，我代表师党委向你们全团同志表示慰问。不让上去。王成，你倒给我出个主意啊。你是首长的警卫员，警卫员就不能上前线？首长连着万人的心呢，眼下正是较劲儿的时候，你离开首长对吗？那你呢？可我不上去干什么？
常和大家讲，革命战士活着就要像条龙，不能像条虫。我们要发扬顽强的战斗精神，不让敌人前进一步。你们这个团从来就是脚杆子上绑大锣，走到哪儿想到哪儿。这一回要敲得更响，你们说对不对呀？对。大家休息待命。好好好，团长，你说我这个事儿，我准知道你还要来磨，你磨吧。哪能呢，伤养好了再说嘛。团长，你老给我们说革命战士要当硬骨头，拖不垮打不烂，轻伤不下火线，可你你还找到根据了呢啊！你还给我们说过你最不喜欢孬包、脓包、草包、软蛋。你瞧瞧，这抓住把柄了吧。王政委，你也常给我们讲，为了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不怕上刀山下火海，活着就要像条龙，不能像条虫啊。把我也给牵连上了啊。首长答应我吧，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团长，你看我爸爸已经60多岁了都不退休，还来信鼓励我呢，可我呢。团长请您接电话。好。团长你还不答应啊？你能支持得了？行。你呀，经理，你是哪儿人？上海。你父亲过去是不是修理汽车的工人？是啊。首长你怎么知道？你的小名是不是叫阿牛？对呀。你家现在都有什么人？我爸爸，哎，变老喽。首长认识我爸爸？一晃快20年了。你家还有什么人？妈妈、弟弟和妹妹。你妹妹阿芳？对呀。你是？她现在在哪儿？哎呀，你是汪峰叔叔了，我爸爸可把你好找啊。王政委，无名高地情况紧急，需要马上增援。好，马上出发。给你。长说大部队已经到达了指定位置。好啊。851851，我是延安，我是延安。851，最后一个钟头天塌下来就把它顶住。只要无名高地我们能顶住，胜利就抓到手了。你再抽血人上去。是。团长，无名高地联系断了，继续呼叫。是。851851，我是延安，我是延安。
抱我腰，抱我腰，抱我腰，抱我腰！延安，延安，糟糕！延安，延安，延安，我打！排长，四号阵地没动静了，排长，我去看看去。好，追敌炮火，是，小心呐！排长，敌人上了六号阵地了。赵国人，诺，你带几个人在这儿坚守。是，二班，过来。好，打。情况，我是王成，无名高地还在我们手里。四号阵地就剩我一个人了。啊？增援的人怎么还不上去？敌人炮火封锁得很凶，上不去。组织炮火支援，一定要增援上去。是，王成，我们马上增援你。王成同志，我是王文清，你们坚持了整整一个白天。你和你的战友们为祖国，为朝鲜人民做出了很大贡献，现在每坚持一分钟都会给全线反击增加一分胜利。报告首长，我是共产党员，保证坚持到底。好同志，我以全师的名义感谢你和你的战友们。师首长放心，有我们就有阵地。六号阵地，六号阵地，赶到排长，师首长告诉大家。Thank you.
向王城呼叫，向四号目标开炮。四号目标实际好，打得好，打得好，打得好啊！炮兵同志，谢谢你们。想一切办法支援无名高地。是，命令各炮群和友邻部队积极用火力支援无名高地，命令增援部队不顾一切迅速赶到。是。王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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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牺牲了。喂喂，二营吗？喂，注意无名高地啊，有什么情况马上报告。防炮动机都有多厚？快打，快打，要打个的，再近一点。50公尺。再近一点，40公尺，40公尺。来，来，来，35公尺。什么？Yeah.
领路。亲爱的首长，同志们，王政委，胜利永远属于我们。志愿军也截断了敌人的退路。好，我是延安，我是延安，告诉你们个好消息啊，人民军已经突破了敌人的防线。对，好，你们要把王成的英雄事迹赶快报告上级。是。吴军长，欢迎欢迎，走到里边去。好，哎，老孟，走。哎，这就是新来的王主任呐。是啊，正好。你给军党委的报告我看过了，你提的很对啊。像王成这样的同志，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是啊，我建议军党委研究一下，抓住这个典型事迹，在部队里深入地进行宣传教育。对，很好。王主任，今天下午的祝捷大会，我们宣传科拟定的计划，请王主任您。你们呢，真能够抓紧时间呢，总得让人喘口气儿嘛。啊，不要紧。走，咱们到屋里去研究。哎，好，走吧走吧。朝鲜长鼓舞，芳芳。别慌，就是有点心跳，一定能跳好。
感觉重点还不太突出。嗯。当前我们主要的是根据军党委决定的精神，大力宣扬胜利，宣传王成同志那种突出的典型，培养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要在我们部队里涌现出千千万万个王成。对，你们修改好了再给我看看。好吧。好，咱们看节目去吧。走吧。有人找你，芳芳，娟子姐姐，真好，娟子，芳芳，真好，你们辛苦了，好，真好，芳芳，太好了，真好，跳的真好，那得谢谢老师你呀、啊，哎，姑娘，姑娘，阿爸去，啊，姑娘，太好了，太好了，不好，哎。这是我们在打扫战场，在王成同志牺牲的阵地上找到的遗物，张团长让我马上给首长送来。通知老人家了吗？还没有。回去告诉你们团首长，王成同志不仅是你们团的光荣，也是我们全军的光荣。你们现在要在战斗的间隙里很好的总结经验，宣扬英雄事迹，要以王成同志的精神加强战备，苦练杀敌本领。是。首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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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跳得很好。多学一点，将来带回祖国去。是是，好，休息休息去吧。走啊，快走啊！哎，首长，你好。
跳得不错，小鬼。不好。咱们见过面呢。对了，弹气球的时候。你叫什么名字？王芳。你父亲叫？王富彪。你家住在这儿？上海浦东区。一直住在浦东区吗？我小的时候家在闸北住，日本鬼子进攻把房子烧光了就搬了。哦，小时候的事你还都记得？听我爸爸说的。哦，你爸爸身体好吗？好，可结实呢。哎，我爸爸刚寄来张照片在我哥哥那，等我见了我哥哥要来给首长看看。他现在首长，你认识我爸爸？啊，哦，不，我随便问问。你休息去吧。嗯，好吧。小刘，哟，你去告诉陈协理员，叫王芳抽时间到我那里去一下。是王芳吗？小鬼，进来进来。首长，我来了。来，吃饭了吗？吃了。坐吧。嗯。吃糖。吃苹果。哪来这么多？人民军总部送的，我给你留的。是吧？首长，我来吧。别，你坐吧。坐呀，坐下吧。是吧？你参军以后到过前线吗？没有，我一直在后方。那你说说，你是不是很坚强啊？这怎么说呢？哼，真是个孩子。你读过几年书啊？初中三年。你哥哥呢？哥哥从小做工。哦，我爸爸在外国人工厂里做了几十年工，家里苦得很。你能读到中学很不容易啊。是啊，爸爸妈妈和哥哥为了我上学省吃俭用，可受了不少苦呢。哦，你是工人家里长大的，你可要做一个工人的好女儿啊。首长，我是这样想的。好，你也要向你哥哥好好学习。对，我哥哥可好呢，从小我就喜欢他，他的性子啊跟我爸爸一样，可倔强了。有一次工厂工头看他小欺负他，他一头就把工头撞倒了。从那以后啊，工头再也不敢欺负他了。你哥哥是个好同志，他很坚强啊。首长，
你认识我哥哥？他是我们全军学习的榜样。我知道你非常爱你的哥哥，可是我不能不告诉你。什么？不能吧？芳芳，不要难过，你哥哥很光荣，他的牺牲比泰山还重。军党委已经做了决定，要把你哥哥的英雄事迹在全军进行宣传，进行教育，要让每一个同志都学习他那种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你最了解你哥哥，你应该把他写出来，唱出来，让全军都知道，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王芳同志，我一定向你哥哥学习，你写。赵国瑞吗？是啊，你是王成同志的战友，你们一块坚守过无名高地。你说说，王成那种英雄气概是怎么来的？那很有说呀，党和毛主席教育的呗。嗯，还有呢？恨美国鬼子呗。甭你说，那还有错啊？对。那我们练兵的时候，怎么向王成学习呢？
前面就是屠杀朝鲜人民的美国鬼子，我们应该怎么办？向王成同志献礼，坚决消灭他！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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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长，我写的歌词你……哦，我看过了，你下午来找我吧。是。前半部分写的还不错，后半部分，首长，我觉得后半部分比前半部分写的还好，是不是？小刘，哟，你看过，听听你的意见。我。说不好，干脆说吧，看到后边光觉得挺难过，鼓不起劲儿来。我觉得确实写出我的真实感情，反正我觉得软不拉塌的，我是一直流着泪把它写完的。光靠眼泪能写出你哥哥来吗？你写他差为了什么呢？是为了让大家跟你一起流眼泪吗？首长，给我吧。嗯。明天再给首长看。好。多听听别人的意见，改出来再给我看看。嗯。赶快练好，到各个部队去演出。你哥哥那个团过些天也要开巡工会。好。气概从哪里来？因为他对朝鲜人民无限的爱，对侵略者切齿的恨，在中国人民志愿军里有千千万万个王成，这就是我们伟大祖国的骄傲和光荣。英雄猛跳出战壕，一道电光裂长空，裂长空，地陷进去独身挡，天塌下来只受惊，两脚熊熊淌烈火。
谁编的？他们编的。一声呼叫炮声隆，翻江倒海天地崩，天地崩，双手紧握抱破空，怒不是吗？好就是好，不好我也不会说好。叫什么名字？王芳。哦，这个名字好啊。王芳，你是？张团长，她是王成的妹妹。欢迎欢迎，同志们，这就是我们英雄的妹妹。王芳同志，我们一定向你哥哥学习。王芳同志，我们一定为你哥哥报仇。对，一定要。王芳同志，我们一定为你哥哥报仇。对，一定为你哥哥报仇。好好向你哥哥学习。王芳同志，欢迎你们到前沿阵地来演出。对，欢迎你，欢迎你。我们一定去。王主已经去世，他们今天晚上就下去。哎呦，太好了，太好了。王芳同志，请你告诉你爸爸妈妈，让他老人家保重身体呀。谢谢，替我们大家向老人家问好。好。王主任，他爸爸你不是认识？老张，这些节目拿到前一年那集还可以吧？太好了，王芳不是你20年前。老张，走。咱们溜达溜达去。哎，好。好风景啊，你们建设的不错。嘿，在这过日子嘛。王主任，坐。同学哟，把我保存的好龙井砌回来。是。老首长，你叫我猜谜呀、啊？你看王芳像谁？像谁？不对，也不像。伤脑筋。猜不着，像谁呀？你看，哎，这很像王芳啊，这是他妈妈。哦，王芳是你的女儿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小鬼，我来吧。
说起来快20年了，那时候我和我的爱人在上海做地下工作，王芳刚满周岁那年她妈妈就被捕了，不久就被敌人杀害了。那就你一个人带着孩子？是啊，很苦啊。后来我搬到了闸北，王成一家就住在我的后楼，他们给人家做工，生活也很贫苦。他爸爸王福彪和我非亲非故，可是非常热情，看我遭到不幸就自动出来帮忙。不久我也被捕了，王福彪夫妇就把我女儿收养起来。多亏了这位老工人。是啊，敌人把我从上海往苏州押解的时候，王福彪还抱了王芳到监狱来看我。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看见过王福彪。你没有找他？抗日战争一爆发，党把我从监狱里营救出来，我就参加了地方游击队，不断托人打听过。在闸北住的房子被炸光了，一点音信也没有，后来我也就死心了。真没想到在朝鲜战场遇见了我的女儿。太妙了，这简直可以写一部好小说嘛。好啊，你来写吧。我这行我可不通啊，叫王芳写吗？他还不知道。老张，你可不能告诉他。怎么，你没有认他？嘿嘿，说真话，我很想认，可是人家从贫苦中把他养大成人，我就是要认他也得等有机会见到了王福彪再说呀，等胜利以后再说吧。超长，经理，我们到前沿阵地去。你们瞧瞧，这像个兵吗？这样能通过敌人封锁区吗？啊！经理，团长，哎，团长，团长。
你看我不像战斗兵吧？像，太像了。主任，这回怎么样？哎，这还可以。这不行啊，下雨还不淋坏，这是你的武器啊。要长期下去，好好向战士们学习，好好宣传王城，歌唱英雄，处处要以王城同志为榜样，严格要求自己，锻炼自己，到了前沿要听指挥。对，好，再见吧，兄弟，出发。再见，再见，再见。日记写完了，听到前沿战士为王方同志请功的消息，我很高兴，我也要像王成同志那样，在党需要我的地方，在为世界革命的事业中贡献出我的一切。好啊，小刘，写得不错，很有进步，这儿错了一个字。对，对。为王方同志请功，请功。怎么样？比我缝强多了。早点睡去吧。是。明天还要欢送伤病员回。洗脚了吗？洗了。老王，哎，开了一天会，到你这儿来换一换脑子。好啊。军长，你还得说。小鬼，睡你的吧。当特炮，老一套。跳马。哎呦，归国代表团组织好了吗？正在挑选人。刚才我跟政委研究过，让王方也参加归国代表团，怎么样？他还应该在下岗多锻炼锻炼，也可以吧？当然可以嘛。英雄的妹妹本人表现也很好，回到祖国呀是一个很好的宣传员嘛。他还在前沿坑道里，政治部派人把他接回来。首长，我去接，路我熟啊。嘿嘿，这个小鬼只要一听说上前线，你看他这股劲儿，后边都腻了，想下连当战士是不是？那可不。不对，还得听从组织分配啊。这个小鬼啊。首长，让我去接吧。我没意见，老王你决定。哎，你的马什么时候踩着我的车啊？打得怎么样了？敌人全给打出去。好啊。这个这个王方同志，我自己走。我行啊。卫生员，哎，
躺下吧。王芳同志，谢谢你。谢谢你。你累了？不累。快去休息一下吧。对，去吧。你累吗？你快休息去吧，我来照顾他。哎，嘿，这一仗打得可真痛苦。他呀，甭想上来，一直上来多少，咱们就消灭他多少，一个人跑不了，没问题。当然，王芳，王芳，走吧，到炊事班去。走了，好。怎么，你累了？你累了？不累，走。情况怎么样？对面敌人总向我们打冷枪，想封锁坑道口，没什么了不起的。消灭，好，走，快点，快走。你们到哪儿去？我们到炊事班慰问去。哎，不行啊，从这儿出去太危险。哎呀，那怎么办呢？不要紧，工作不能耽误，我们掩护你们。机枪。你叫李？我叫李永禄。我叫赵金贵。同志，你们辛苦了。辛苦了，同志。哎，你们看节目，我们帮着你们做饭。哎呀，你们喝水。同志，同志，坐下，坐吧，走吧。现在开始做饭啊，好，开始吧。第一个节目，歌唱炊事员，演唱者王芳。欢迎。咱们俩来了，老李老赵同志，你们辛苦了。哎，不辛苦，不辛苦，哪有你们辛苦啊？是啊。快接着，快！
哎呀，哎，那是哪个担架队？飞机，快卧倒，快卧倒！哪里同志？哪里？哎，快下！王芳，怎么样？怎么样？不用，不要紧。快上高架走。是，轻一点啊。王芳，王芳。疼得厉害吗？老杜，你稍微开慢一点吧。好，注意点，前面就是敌人飞机封锁区。真的，抬你，抬
王主任。哎，小李。你好，王主任。哎，回到祖国好好养伤。谢谢首长。你们小心一点。是。首长，不要着急，安心养伤。首长，伤好了能让我们回来吗？愿意当北路鬼子还能不让回来？谁不让回来？你找我。同志们，待会儿我到车站去送你们。主任，哎，小刘，你怎么在这儿？王芳受伤了。啊？他在哪儿？在二号病房。腰部受了内伤，很严重。他很有毅力，一直没喊叫过。有危险吗？脊椎要动手术，今天就把他送回祖国去。首长，不要难过。首长，我这算是怎么回事？王芳，你表现得很好嘛。不，我没有完成任务。你不顾自己生命危险救护别人，很勇敢嘛。那比我哥哥还差得远呢，是不是？你哥哥很英勇，可是你救自己的同志，这种精神也像你哥哥？我这算什么？也算不上惊天动地的事。哦，那你爸爸呢？他做了一辈子工，受了半辈子苦，还有金正泰老大爷，他们都没有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事，可是他们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贡献出自己的一切，难道你不认为他们都是英雄吗？嗯，我怎么比得上爸爸跟金大爷呢？可你在学习他们的精神，这也很好啊。现在我该怎么办呢？要有信心，回祖国去，把伤养好。嗯，我伤好了，马上回来。对，我们等着欢迎你。哦，你伤好了以后，先到上海回家看看，替我问候你爸爸妈妈。嗯，前几天我爸爸来信还说，有机会他也想来朝鲜看看。欢迎啊，他那么大年纪要来可不容易啊。首长，现在就上火车？对。这一仗只能打好，不能打坏。毛主席和祖国人民派来的慰问团就要到了，军党委决定一定要把欢迎慰问团的活动作为鼓舞士气的巨大精神力量。我们要在学习王成运动的基础上，
再借慰问团这股东风，把开展革命英雄主义的运动更向前推进一步。咱们政治部的干部要马上下去，要把这个精神贯彻到每一个战士身上。好吧，大家回去准备吧。是是，老张，你先上去。好，我去研究一下这情况。好吧，就这样。喂，啊，我就是啊，啊，给祖国慰问团准备的房子要快点收拾好啊。报告，进来。人家要是休息跑，我可拿你试问啊。嗯，警卫都布置好了吗？要特别注意防空，绝对保证慰问团的安全。对，好。哎，老张，坐。老首长，怎么一下讲究起来了？你们部队的情绪怎么样？嗷嗷叫。战士们听说祖国亲人要来，都说这一仗一定要把敌人打趴下，叫敌人老老实实坐在谈判桌签字。调你来是？我知道，怎么单把我调来欢迎慰问团呢？王成的爸爸也来了。哦，王富彪来了，这是大喜事儿，可得要好好的欢迎一下。嗯，该让老人家住的讲究点啊。哎，大热的天怎么烧起火炕来了？这屋子潮啊。20年以前他叫外国老板把腰打伤过，着了凉容易犯病。王富彪来了，可得到我们团里去啊。军单位研究过，准备在这次战役开始以前安排王富彪到你们团里去一下。那好极了，这对我们团的鼓舞可太大。慰问团什么时候到？明天早晨。哎呀，这一下你们老朋友不就见面了吗？是啊，简直没有想到。哎，王主任，那王芳的伤好了吗？好些了。能赶回来吗？很难说，已经给他去信了。我们团该派几个同志去照顾一下他老人家。我已经派小刘去专门照顾他了。哎，对了，小刘很想下连队，我也想让他到下面去锻炼锻炼。好啊，到我们团里去吧，准是个好样。老马，你看这事儿。老大爷，哎，您贵姓？哎，我姓胡。哎呀，错了。你找谁？王富彪。王富彪啊。哎，刚才还在这儿呢。把扳子给我。哎，同志们下车吧。试试看。好，踩一下。哎，好了，行了，这下好了。哎呀，谢谢你啊，老同志。啊，自家人嘛，谢什么？您贵姓啊？王富彪同志，上车了。来了，可找到你了，老大爷，您就是王富彪同志啊。走，上车去吧。啊，好好。
好，这位是我们的特等劳动模范。欢迎欢迎欢迎。同志们，这是王成同志的爸爸。老大爷，他就是治王方的金大爷。哎呀，老兄弟，我该怎么样感谢你呀？哎，老兄弟，你养了个好儿子，好女儿啊！老副标同志，我叫张振华，我代表我们全团向你老人家致敬。谢谢，谢谢。我们全团都盼望你老人家到我们那儿去看一看。我是要去的，要去的。老人家，歇一歇去吧。好。您请到这边来。老人家坐。您就在这儿休息。好好。呵，你们想的可真周到啊。来，请进请进。这是王主任。哦，大家请坐吧。啊，请，好，坐，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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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坐吧。好，啊，衣服给我。来，抽烟，自己来吧。自己来，放心。大家不要客气啊。老人家，我们盼你啊。我们也盼望你们呐。你不认识我了？仔细看看，哈哈，我是王东啊。啊，王东兄弟。可找到你了。子彪同志，一晃十多年了，没有想到在朝鲜前线见到你了。是啊，是啊，你还这么结实啊。嗯，还能干个几十年呢。来，坐。好，你知道吗？阿芳就在你们军里啊。知道知道，他不在，还没有回来。知道，我也坐吧。阿芳是个好孩子。是啊，副彪同志，你在贫苦中把他带大，你们一家人可为他吃了不少苦啊。哎，那是应该的，应该的嘛。哎，阿芳他都知道了吗？我什么也没告诉他。哎，为什么？王副彪同志，年都几年了。太不容易了，王主任，恭喜你啊！谢谢谢谢谢谢。最近我们要打一次大仗，你们先在这儿休息几天，军里让我陪你们到朝鲜人民军和张团长那个团里去看一看。哎，太好了。好，去，我是要去的。好。Thank you.
们王成台的全体战士向祖国亲人，向英勇的朝鲜人民，向首长，向我们英雄的父亲宣誓，永远学习王成同志的精神，我们永远发扬王成同志的光荣，热爱祖国，热爱朝鲜人民，英勇作战，努力杀敌，打败美国侵略者，我们英雄的旗帜永远飘扬。谢谢你们，祖国的人民，谢谢你们，祖国的人民盼望你们打胜仗啊！朝鲜人民对我们的关怀，学习王成同志的革命精神和英雄的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坚决消灭美国侵略者，坚决消灭敌人。把代表英雄的旗帜插到敌人的阵地上，出发吧，出发。坑道里先休息休息，等战斗打响了，请你们到山头观察所去看看热闹。哈哈，大家先休息一下吧。都好了。爸爸，你身体好吗？好。妈妈和弟弟都好吗？都好。拿，给你看看这个。弟弟跟哥哥一样神气，他还是先进生产者呢。给我吧。好。爸爸，我负伤没有写信告诉你，生我的气了吧？你应该告诉我呀。哎，阿芳，你来干什么？你还记得吧，我从前跟你说过，
是八年前叫狄仁抓去的王东。王东叔叔，记得呀。哎，他不是你叔叔啊，他是你的。爸爸，等一下。报告首长，我上耳部队了。全好了吗，小鬼？全好了。阿芳，你认识他吗？他是我王主任，那怎么不认识？哎，他就是王东，是你的生身父亲呐。阿芳，是真的。不是常说吗，我要打听王东就是要老张啊，王副标再不说也就看王东给他带大，王主任就是他的亲父亲。是啊，是这么回事了，明白了吧？啊，是啊，阿芳，你有我这个老工人的爸爸，还有一个老革命的爸爸。对呀，你可要像你哥哥那样，做一个工人阶级的好女儿，做一个革命的接班人。对。战斗打响了。